又是一天的开始。今天是要从太麻里出发，目的地是东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。旁边还是海岸线，今天看起来它的坡度还算不会很大，所以我们就出发咯。如果说有时候为什么要骑脚踏车，那我现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骑脚踏车。当你只有骑脚踏车的时候，你才能驻足停下来，然后好好欣赏这个东部的海岸。虽然很累，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只要你能够停下来，静下心，好好的欣赏这美丽的海岸，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。OK， 继续前进喽。如果说有什么叫做沙滩秘境，在东部的海岸线。所有看到的呢，几乎都是秘境，没有所谓不是秘境的，所以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些东西。反正呢，你要记住，所有的东西呢，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。如果你的心态是好的，那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美好的。OK， 这是我们在这边先打尖一下喽。